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谢祖武，他是季晴，他是王建敏。有很多热情的观众一直打电话写信给我们，希望可以了解台湾灵异事件在幕后拍摄的时候有没有碰过什么灵异的现象。而我的答案是什么？有。为了答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一连三个礼拜我们将为您介绍台湾灵异事件的灵异档案。不要回头，快点来玉芳姐这边。不要回头，我后面有什么啊？装什么东西？对啊，他那个门还会自己打开啊？好像没有。真的吗？拉开来看看。不要啦！数一二三。不要啦！来，不要啦！季晴，你们没有东西，你叫什么 ？Koda。他拉开，我就想救啊！我感觉他很有东西啊。季晴，你有没有觉得头晕？在哪里觉得特别晕？有哎，我一直都好晕哦。我从刚刚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晕，我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觉得好晕啊。不要跟你们好了啦。知道人家胆子小还拖我去那种地方，以后你们再把我那个鬼屋的通告通通都不要上了，你给我再高酬劳我都不敢赚。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如果有鬼神的话也会帮助我们拍摄顺利的，对不对？对对对对，难怪我们的收视率那么高。张基哥哥，你们在干嘛？我们在喂食人鱼啊。喂食人鱼？对啊。为什么要喂食人鱼？一般晚上潜水的话怎么办呢？晚上为什么要潜水？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拍戏啊。今天晚上要在这边拍戏？对啊，在那个前面有没有？在中间。对，我们在那边架高台。然后要把灯拿过去啊，那怕被鱼咬到啊，就把它喂得饱饱了。啊，哎，那万一要是有一只没有喂饱怎么办？这就尬姐我们。来，让我们看看第三个灵异档案是什么。有这么恐怖吗？不是啦，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个，很精彩哦。献给各位观众最具有娱乐性、最开心的 NG 档案。你看清楚，为了要消除你心里头的阴影，我只有用行动。你为什么在笑啊？我笑是我在演呐、啊，我笑。导演，对不起，有点尴尬。看清楚。我看清楚，我是阿石。为了消除你心里头的阴影，我只有用行动来做抵抗。是一辈子保护你的东西。好，姐，我拢爱感谢你。为什么打不响？我姐，我爱感谢你。哎，还有一点狗血。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将他的好。